你中路阿卡丽。 随你行，嗯，全军出击，我们来把王八，我打谁都行，可以。 亚索，让他戳，不急跟他打，王八，前期不太厉害。 可以干了，3秒，2秒，他要等我们余震，哎，更好，看他等不等，别急啊，等个余震，好，可以干了。 下个余震他要死，我们可以越塔杀。他戳的距离刚好是我们嘲讽的距离，所以他根本风筝不了我们，懂吧？他戳那一瞬间，他就要被我嘲讽。 好，这波越塔。 他肯定是往前滚，直接用 Q 把他打断，直接闪，让他交闪。啊，他不交，我们回家。<咳>日炎出不出来，有点烦，我们先出小玩家。 来个药水儿！我操，他双二号哪来的呀？啊，这是我们的了，漂亮啊！我收下了。 不用闪现，为啥不用闪现啊？为什么刚才有个兄弟跟我说不用闪现呀？ 因为啥不用闪呢？等下一个余震啊，他可能是不太会玩，我跟你讲解一下为什么要闪现。第一。 黄人有红 buff， 他粘住我，即使我闪了，可能我都脱不开距离。
如果我不闪现，他就会黏着我一直 A。他下个 EQ 好了，我再闪就已经晚了，明白没？车他都不要啊，我是服了。他跟我打上了，哎呀，双 buff 没了，有点烦，等个点烟啊。等个点烟啥的，你可别让我嘲讽到啊！我跟你说，好，亚索先死，皇子也得死，皇子这波不跟我打了。那算了，不打拉倒。好，你不打呀？你不打，我清线了啊！你爱打不打？搞到他，算了。这怎么还叫人过来了呢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啊，我的龟！靠！叫人是吗？靠！叫人是吗？我的个鬼一鬼，这边滚过来杀他啊，我刚才明明把 W 的技能给摁掉了，为什么还是有呢？不应该啊。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好，嘲讽。不急啊，这边不急杀的。蓝不太够用。这都不上。该上了啊，给大呀！哇，这你都不上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兄弟，你等我个点烟，你死了，等个点烟啊！让他推，好，上当了，呵呵，上当了，没掉血。再吃一层塔皮，
这个反甲，我差点钱呐，怎么办呢？出这个吧。哎呦，夏洛塔没了，没的挺快呀。这人马呀，就可劲儿送啊，头一回送到亚索。我没有大反甲，我有大反甲，我这月塔杀这亚索，直接月塔直接干死。哎，皇子要来了，这波非常好啊，非常好，这波就让他们来装一波杯，假装啊打不过，其实我们干这个皇子好闪。你在 Q 什么东西，我就想知道。给我来，阿卡丽来了，撤，假装走了，其实站在草丛里面，别急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。就你叫亚索，就你叫阿卡丽呀，啊！我好幼哦。收波线儿啊！跟我打，走位，你干哈呢？嗯，别急啊，哎，别急别急，我跑了，我不跟你打了，我溜了。你是 AP 区区，我不跟你打。要小心。打个红去，寒冰辅助恶心到你了，我要负全责。你可以用泰坦、锤石这种东西来扛他，最好还是泰坦。还有日女，他很怕这种硬辅，你就可以玩这种辅助，一干一个准，就干着寒冰辅助，就硬干，上去就干。你干他一波他死一波，干他一波他死一波，你放心，你就随便干。嗯，你大爷的，就你叫石头人啊。算了，小傻瓜，我跟你打了，溜了，这咋全死了呢？让他们越我的塔来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得走，这得走高地了啊！
黄纸啥意思啊？啊，这黄纸啥意思啊？给我撒！算了，这石头也是跑得太快了。人儿呢？那队友呢？靠！你俩干哈去了？你俩呀？上旁边干啥去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别上了，拉倒吧。拆我的塔，等个扣吧。Hello, it's me。越打越狠，越打死的越快，不打跑可能死的还不快，越打越反伤。走去中路去，这家伙的队友啊，哎呦天，那就一个也打不死呗，是吧？怎么就能拆成这样啊？我操！杀德莱文来，可以。这蓝我就不要了啊。跟你妈，他跟团呢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骂人呢。你说你们像个傻子似的，那我搁那杀人呢，好的全死了，还跟我说跟团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啊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舔个大脸，你跟我在这跟团跟团呢？快点来一下，完了，全死了。来，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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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我上来。你干啥去了你？你干什么呢呀？你为什么不来呀？我靠！你过来一个大步全死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我天哪！你自己不在那说那跟团跟团的吗？还打信号，关键是那人马还打信号，还正在路上。刚才还搁那脸正在路上。我靠！这会儿他来，他这些人全死，只要他一个大给我炸住那德莱文一死，其他人全得死。没人跟咱俩，你自己就够了，还没人跟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我这服了，真是啊！杀我！你快杀我了！
可以，小黄毛。阿卡丽老杀不了，把他杀了，老剩一身血。我可不想听你说话了，你可别跟我说话了，我操！我这听你说话，我脑子就疼。还在这指挥呢。真令人难受。你说你会指挥个啥？余震别用，余震去把上路塔推了。帮我把这打了。这怎么人跑这儿来了，兄弟、啊、先等一等，别着急啊，这波别着急。好，先杀黄子，让德莱文打我们，靠他点烟。这波没收集者，打不死我们，没事。先杀德莱文，让他打我们。哎呦，阿哈利一口斩杀啊！快跑！有点危险啊，回上路的。回家，哎，为什么这才1900啊？那我来个蓝盾吧。出个蓝盾，出个振奋，出个九头蛇。可以打，就杀这石头人，别人不杀了。那石头人连大都没用吗？你咋的呀？你咋那么牛呢？你有啥伤害呀？德莱文可以杀来，滚过来！哎，我嘲讽呢，你不用扛塔，我来就可以。抽一下，嘲讽住，嘲讽一个死一个。小黄毛主要会打伤害，会 A 人就给你五杀，兄弟，别的咱就不说了。来，跟我上来。哎，你就随便打一打就可以，好吧？我这塔都给你扛住，还有这黄子，来，可以上来。哎，你看那小黄毛超神了。哎，你就随便打一打来，你蓄蓄够，好，可以走了，溜了，小龙。小龙打掉，对面就跟那木桩一样，你们明白吧？就打木桩，打假人训练模式，知道吗？我一嘲讽，在那一站，那些人在那一站，你只需要技能就横着撇就行，非常的轻松。
现在减息率33%，还有红吗？我来一个，放个 EZ 吧，我要的玩意没用。啊，可以。哎，现在 EZ 还没削呢，这个摩天加神圣分离者老猛了，太狠了这。来，我们过来，先杀阿卡丽，减速。哎呦我操，这边哎逃火回来，黄子儿，黄子儿啊死了，黄子儿死的也太快了吧，这伤害太高了，这小黄毛，这小黄毛没啥装备，你看一共就三个小破件，瞅着没，打一老疼了，这装备。哎，你大爷的！你咋的呀？你跟我赛跑？我操你猴子的！嗯，你咋的呀？那干一家人了？你跟我咋？这给你喊的，回家了。等我来个九头蛇，弹死你们！哎，王八那 W 缓伤有没有九头蛇加成啊？就会不会触发九头蛇呀？阿卡丽，我应该搞个扫描的。哎，先杀这个阿卡丽，好，嘲讽，嘲讽制作人，跟我往前追，减速，嘲讽住 ，W 一开，踩，哎，亚索死了。不行了，顶不住了，先走一走。先杀这亚索吧，要我说，啊，没队友没关系，我死不了，没事。嘲讽回来。哎，嘲讽住，闪现死不了，那他打我都没掉血。啊，我就想看看这塔砸一下多少滴血呀？18，啊，50、69。W 不开，那就砸的就有点疼了。W 一开，第一下是30，第二下是50。哼，干啥呢？这啥意思啊？画沙呢？